对啊。这么慢，我想说哪里的这个等等等。没办法，人一人在那边。你说他们两个情侣在那边、啊、卡在那边靠边。你往后吗？不算大，不算小。对啊，他说这样接100，可是没有说大小，所以。这机场好像不大、啊。刚才下降看了一下，好像不是很大。你看得到？你坐。我远远的看，就在跑到上面时候看的。想可能跟马他差不多 level 了。最少他还有个 T， 是有很多，有吗？我目前有很多国家是不允许你去搜的，因为只有搜你搜了，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工作了。像菲律宾就是这样子，你说不能自己拿去丢，对，像菲律宾就是这样子，对，菲律宾也是长这样子，也是要人家来搜。对啊，就是他们会自己会有人来搜。你把它缩掉，那个人还会被瞪哦、喔。你说自己拿去丢，还会被瞪？对，还会被瞪哦、喔。就是他有一个清洁的人员在那边，他觉得你在抢他的工作。脚踏车可以装，没有脚踏车上。北边是哪边？啊，北边。嗯，往北走。这边。老板 ，Happy Birthday！ 一个不要放，一个比较还可以看。真爽。这边应该都是饭店的，看起来。蛮多停车高楼的。一菜篮车。多少？
是轻轨。生产按呢？所以就真的是樱花，嗯，哎，很茂盛欸，现在四月，掉，虽然这个也是呗，对啊，长得蛮好的啊，1861-1925，差不多。灯也很干净的。啊，除了涂鸦以外，啊，这个好像原本是虎，干掉了。没有人走进去啊，你有看到有人走进去吗？有啊，从哪边进去的？那边，左边，左边那个门口。还是你要这边在拍，这边完全没人。对，而且又比较近。这是
脚板错开。本王美吧。那、啊、要怎么进到这个主厅？啊？我说这个主厅，他们从这个方向进去要怎么走？这个动线，左边这样走进去，没有，左边在礼品店，他、啊、这边买票，那边进去啊。我看他买完就这样进去啊。从哪边进去？那个门啊，这不是出去的门，那是买完就进去了。哦，你说那个门是进去哦、啊？那边进去，然后走进去。然后那边是滚出去的。好，不错，达成一个成就。打卡拍照，观光客行程，然后不用进去。对啊。拍个网美照就可以滚。去吃饭吧，快十二点了。那园区我看地图蛮大的呢。出口就只有后面那个。咖啡。这边，哦，这边是出口，这边也是他们的出口。哦，那是园区出口啊，我们要怎么走出去？靠北，我们这是走原路回去啊，对，从那边出去。对，就是很多人这边的话。让他们走进去，看你看一下有没有检票的。然后偷偷尿。啊？偷票。没有，说不定是本来就可以走了。应该是这个进去才要票，对、啊，还是不用。这应该是对啊。就跟那个是贯通的。那应该都是庭园就可以随便走了。对、啊。那边还收票口，收票口。双向的。所以他其实。这其实这边才是正门吧，靠背啦，这边是正门啊，这边才是正门、啊。对啊。可是他的靠背，这边才是正门。他侧门也很气派呢，他后门也很气派呢。啊，好看，我先拍这个全景。靠腰嘞，为什么他的后门也那么气派，像正门一样？所以这边才是正面超大一个庭园。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，我们以为立面已经够华丽了，以为是正面，来到另一面才发现惊为天人，太扯了。这可以当操场跑啊，有人在这边跑步。这个应该有1200，蛮大的呢。直接当操场跑。外围一圈的。他们800公尺，到1公里。可能要拍一下，对，应该还好吧。两个人应该位置蛮好找的。Thank you.
不知道有没有空位，也有可能要预约。Hello, two people. Downstairs, please. Reservation? No. No, just right downstairs, please. Okay. Mm-hmm. 对。没有定位就是可能地下室。中控区。有位置就好好管他的。哦，这是排队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以为是排队。没有。行啊，很多空位啊。可能也还没到午餐时间呢。我们只要抓紧，赶快吃一吃。自己做吗？是啊。Hello. Hello, two people.Two? Yeah, two. Thank God. All right, thank you. Good day. 怎么睡醒？一起吧。酱比较高级，那个是猪炸猪排，就是牛，就是牛，真的看起来差不多。为什么人家建筑可以保养那么好？每年修，他每年都有经费可以修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前面那些也都很漂亮。你要看吗？看一下。对啊，1945啊，对啊，二战啊。一样直走吗？前面的路口左转。
红灯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